如果你手上揸住10萬蚊做單天文，咁啊，然之後你想買50萬嘅房地產咧，剛才咧就嚟自銀行界嘅專家已經講咗咧，你個家庭收入要14萬啦，咁樣如果2個人咁，即係每人7萬蚊。如果假如咧你個入息咧去唔到咁高嘅，咁你咪唔好買50萬咯，買40萬啊，即係買低啲咯。另外一方面咧，我突然間記起一樣嘢咧，就喺早排咧就有一個嗰啲Thunder Bay 嘅嗰個雷灣嗰度有個推介，原來咧係兩公婆每人5萬蚊，即係夾埋10萬蚊嘅 income 已經可以買到獨立屋噶喺雷灣。嗱呢樣嘢咧就勾壓我哋嗰個大多數。喺大多數裏面咧，其實咧有另外一樣嘢可以做嘅喎。其實咧喺約克大學嘅南邊有一座我剛才講嘅 Co-op 啊合作社啊，而家都仲係10萬蚊樓下買到500呎嘅一睡房嘅 Co-op。嗱 ，Co-op 咧銀行就唔做 mortgage 嘅，即係會據說嚟講咧，你攞住嗰10萬蚊現金咧，你直接一次過俾曬佢，以後咧都唔使供屋，即刻有屋住。Thank you。Okay,